哦，我比上次紧张好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的，时间到了。因为这是声乐组啊，杰哥，你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如何？我觉得今天的表现完全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级别上面。对，今天刘德熙让大家真的眼前一亮啊！对呀，谢谢大家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突然光芒四射哎！因为他闪耀，必须还是得要表扬一下方宇。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领导能力的人，然后呢，方宇在最后 bridge 的地方，他才唱出声音来。他把所有的重头戏先让前面他的队友去发挥，然后他在后面补强。我觉得团队精神在这边展现得非常非常的完美。那到底这一场的点赞王是谁呢？ 陈芳宇，江江，子婷也有，真的，他就是李子婷。恭喜你成为点赞王，谢谢。 他唱功真的很好，参加节目然后可以得点赞王，我很开心，我很荣幸，因为有最棒最棒的 leader， 谢谢你陈芳宇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给我点赞，谢谢你们，恭喜子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李子婷是否能够攻磊成功，而孟美岐能否继续蝉联点赞王坐席呢？ 569个赞，比孟美岐多出了7个赞。谢谢所有创始人们给李子婷的鼓励。谁还超得过？这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先赢他你的胜，一点点的。开心，但我会跟美岐 PK。 子婷，现在你要上座之前呢，请你选出下一场出场的队伍。我想选舞蹈。跟我们没关系。OK， 那你要选哪一个队伍？我想选一个队，是我觉得每个人在这里都很期待的一个组。 吴宣仪，他是谁？请喊出他的名字。吴宣仪姐姐的组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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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现在知道这个点赞王的坐席的这个赛制。你选出吴宣仪，你有可能在那个位置上面就坐不久了。这很难说，但是非常非常的有看点。 好的，现在我们恭喜子婷，这个点赞王的坐席是属于你的，请你坐在属于你的位置上，同时对孟美岐说出你想说的话，请入座。其实我没有想过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你跳得很棒，唱也好。
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子婷她从头到尾都把我唱的全身都起鸡皮疙瘩，所以我觉得她坐在这里是可以的，真的。谢谢你，恭喜你们，也谢谢我们的美琴。好的，也请子婷入座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也谢谢场上的你们，你们今天表现真的很好，让我们声乐组非常有面子，干得好，女孩们！我们要加油。我们是跳完还是就跳到队形了？那你跟他说了。我现在音乐都合不上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为什么整体的气氛都很淡的感觉呢？我说我们这个舞蹈是昨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拉的，然后没有拉完。昨天才拿到，为什么？就本来是有一版，然后换了老师重新编了。第一天那个编舞一直没有完成，再重新改，只有晚上上了一节课，只学了几个八拍。第一天我们练到4点嘛，然后回去又搬宿舍什么的，然后其实没怎么睡，差不多就几个小时，一两个小时。那今天我要看什么呢？你们没有练习的话，只能看中间部分到一半，我先看吧。好吧，吴宣仪，你是队长，张楚安为什么跳的比你好那么多呢？为什么他的动作就可以记下来呢？你第一名，他第四是8名啊！对不起，老师。要不要换一下队长啊？好。不能因为没有练习的时间，你就是这样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带领大家一起往上走啊！你说你时间上不够，观众也不会知道这一点，你就是要给结果。那我刚才上课，我就是一个观众，我就只是看到结果是不好的。老师说我那些话，我觉得他是在反面的给我打一股气吧。所以呢，我今后肯定是要拿实力去跟他讲话。没关系，练吧，练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次经历，因为我以前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心情。你放松，你站好，放松，放松。其实练习生就应该这样。你的位置呢？推到这里了以后呢？走回来，绕一个圈，走回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是给。